现在好像轮到我讲了哈，然后刚才我问一下你们，就刚才 Hamish 还有Reith 他们讲完这个 Homepack 这个系统之后，他其中重复的讲了几个关键点，你们听了之后，你们认为哪几个东西是它的关键点？贵。啊、对，贵是一个，除了贵之外。难。好看。对，那安装，他刚才提了很多东西。那安装的这个过程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他重复不断提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对，就是这个钉子。对。哎，我问一下，他好几次就是钉子钉错了以后，或者开关用错了以后，他得重新拆了。对。那这个板拆了还能用吗？钉子钉进去的，它不是螺丝打的，不能拆了还能。拆了，大部分就全废了。对啊。所以你要全部换嘛。对啊。对啊。所以保险吗？你得一套，没有，所以刚才他在所以刚才他在一开始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有这个非常重要哈，你们听清楚。就刚才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给了你们三个册子，那每一个册子里面它是不同的内容。那第一个册子它是竖板的 weatherboard， 或者 cedar board。那第二个是横板 vertical， 然后最后一个是新西兰比较传统的 bevel back 这种 weatherboard。那这个里面他就说了，竖板的这个材料是不在新西兰 building code 里面。那不在这个 building code 里面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都产品安装的时候出现了任何错误，5年或者10年之后，你的这个买家他来找上门说你这个建筑商修的这个房子坏了，没有达到质量保质的要求，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想去申请保险，或者你去找厂家，找 Homepack 去跟他说你这个产品不对的时候，它是不包含在那个 warranty 里面的，所以的话你要特别小心。所以你在装 vertical 的这个Cedar 板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说你要确保你的 builder 在帮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真的知道怎么装这个东西，因为一旦装上去之后，一旦有问题发生，是不包含在这个 warranty 里面。所以这个责任应该是 builder。 所以之前要找他来看，那你买房的人他肯定不会找到 builder， 他肯定会找你，因为你是开发商，是吧？对，所以就说这个材料是在 console 的这个 building code 之外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跟你说了这个。 OK 那就是说以后还得小心哦。对，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提到了在用这个竖的这个 weatherboard 的时候，他特别注重的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油漆的话，就是说他提到的就是黑色的这种油漆，如果室外的温度，正常的室外温度是18度的话，空气中的室外温度是18度，那它木头的温度最高只是达到54度，所以木头它热胀冷缩嘛。那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竖板的这个 weatherboard， 不管你是用 cedar 也好，或者是你用那个garrison 的那种板子也好，我们都会跟建筑商或者是跟 builder 说，你在刷漆的时候，特别如果你要刷深色油漆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和你的供应商或者是跟我们联系，来确保你上的这个油漆的颜色没有超过它的这个温度的这个标准。因为很多华人或者很多建筑工人他不知道，他就上了深色的那个黑漆在这个竖板，结果因为温度温差的这种变化，所以他那个竖板就开裂了之后，你水就进去了。所以的话，只要是竖板的这种 weatherboard， 你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如果你要上深色油漆的话，一定要先和 supplier 或者跟我们联系，说我想上这样的油漆，不知道它能够承受得了。如果承受不了，你就要换油漆。对 ，OK。然后，油漆都是直接在他们家买的，他们家也有。对，所以就再回到这个 Homepack。Homepack 的话，就是它的这个 Cedar， 它是一个系统，它不是说只卖木头，所以它也会卖，比如说你的那个 flashing， 它会卖钉子，它会卖那个 cavity batten，
所以你在订货的时候，刚才他提到的这个 calculator， 这个的话是非常容易的。你在他的这个 homepack 的这个主官网的最顶上，你对你进主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 calculator。所以的话，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算出来大概你需要多少，然后他这里全部都会告诉你。所以你在下单的时候，你在下单的时候，他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木头和木头的这些建筑要用的材料，比如说 cavity batten 啊、钉子啊、flashing 啊这些分开，因为木头的话，它不是说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仓库里有货了。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我想给你们找个华人经常会订的一个东西，就是 OK。 然后订这个 Homepack 的时候，刚才黑妹和 Ruth 讲的时候，他们俩没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 Cedar Board 它也分两种，就是毛面和光面。他刚才给我们看的那个样板，他制作的那个样板，他用的都是光面的。那个在订货的时候，他们是叫做 dressed face， 就是有机器磨过的叫 dressed face， 毛的那种，稍微带点毛刺的那种，它叫做 benson face。 所以的话，你在订 cedar board 的时候，你一定要首先要知道你订的这个 cedar board 你是要光面的，你还是要毛面的，这是你就要注意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你订 cedar board 的时候，在这个 homepack 的话，它可以提前给你上漆的，它可以提前给你上漆，但有很多 builder 他是不愿意让 supplier 帮他上漆，因为会贵嘛，所以他会自己上的话，他就要额外的订这个油漆。那订这个油漆的时候，你就要确保你所选的这个油漆就是他提到的，或者是他们官网上有的那几个油漆。然后它这里你看了没有，它有好几种，一个是 oil， 一个是 stain， 还有一个 paint， 所以你要，然后在下面这里你就会看到它有看到 benson face 或者是 dressed face。 benson face 就是毛面， dressed face 就是光面。然后你再下来你有这里一个是 initial develop coat or recoat one face one edge。 那这个 recoat 这个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很多华人他愿意或者建筑商他愿意自己上这个漆的话，他只是让厂家给他做一个底漆，打简单的做一次底漆，那他会这样做。但如果他要厂家一次帮他把这些木头油漆什么都做好的话，他会选下面这三个。下面这三个里面，我们在订货的时候经常会有工人跟我们订的是这个 Wood X Penetrating Oil， 还有一个就是 Resin 这个 Waterborne Woodsman。 所以的话你在订 Cedar 板的时候，你也要根据你的这个房子的设计，这种色彩的搭配，你一定要想好你用的颜色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在提前你就要做好准备。然后它油漆的话，它是有一升、四升或者是二十升。那如果你的这个板它本来出厂的时候就已经上过很多油漆了，已经打过油漆了，那一般很多 builder 他就会买一个四升的小桶的，因为
他们俩刚才也说了，如果你这个板，比如说你在一个小角落里面，你要把这个板切掉，切了之后你放上去之前，他们要求是你先上一次到漆，或者是上一层 coat 或者 stain， 然后你再装这个板，要不然的话那个板它切面会发生腐蚀啊什么之类的。对，哦对，然后刚才他们也提到，就是 Homepack 它有它自己的那个 batten， 就是你的框架和外墙之间，它不是有个木框嘛，薄薄的那个木条，那个叫 batten， cavity batten。 那 cavity batten 的话， Homepack 它自己研发了一个 batten， 是那种绿色的一种塑料的一个 batten。 我不知道它这里有没有，对，他这里没说，不过也无所谓了。就是一般情况下，很多 builder 他不会选用 Homepack 的那个塑料的那个塑料的那个 batten， 因为它塑料那个 batten， 塑料大家都知道，你钉子钻进去之后，因为它塑料是比较光滑的表面嘛，它有些时候卡不住那个螺丝，所以一旦风吹啊，或者是木板有热胀冷缩的话，很多螺丝它就掉出来了，所以很多有。Builder 的话，它还是选用这种传统的木头的这种 batten。那木头这种 batten 的话，就像这个是树的 batten， 这个应该是叫 vertical batten， 然后这个是 horizontal 的。然后 horizontal 的平的这种 batten， 你就会发现它中间这里还有这种空格，所以它会有那个 airflow 进去，对啊。然后那个 Cedar 板的话，在新西兰还有其他的供应商了，比如说，如果我没记错，叫做 New Zealand Pearl Woods， 好像是。但是 Homepack 目前来讲是最大的供应商，然后，他们也是我们 Placemakers 用的最多的商家，我们一般都从他们那里走了。所以订货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木头我们需要你们提前大概。两周左右来定。但如果你的木头是需要上漆，或者是你这个木头是那种毛面特殊的那种木头材质的话，你大概需要4到6周的时间让它去准备。所以的话，你要提前把你想要定的这个木头，它的数量、它的要求、它的颜色这些，你提前要准备好，然后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说你提前的预估的时间大概要多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提到的，就是你们的 builder 在定这个木板的时候，所有的 C 大板它是 pre-drill 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钉子在定进去的时候，很多钉子不是直的进去嘛，但其实因为你 hammer 这样走的时候，它其实很多钉子是这样的，这样往下走的。但这样往下走的时候，就为什么？因为下雨，雨水它会积累在这里，它就进去了，进到你木头了。所以他就跟你说，你让你的 builder 在定这个，其实不是定这个，在 drill 那个洞的时候就应该是往上走了，往上走的。然后你钉的时候，他也说到，就你下面要垫一个塑料板，薄的塑料板来保护这个木头。然后你钉的时候应该是 backhand 就是这样钉，所以它上去了。所以这些很小的细节其实是往往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你 builder 他不知道他是直接这样钉进去的话，你这个 C 大板估计过个几年你就会发现，要不就是开裂了，要不就里面发霉了。可以。所以你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订了东西，然后你就提前跟我们联系，说你们要有个 site check。 site check 的话，我们就会联系 Hamish 或者是他们的 technician， 他们就会到你们工地，然后跟你们的 builder 讲。
但现在大部分现在华人用CEDAR的也越来越多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哦，对，然后 CEDAR 版它是按米算的哈，不管你定什么材料，它是按米算的，它不是按照平方或者一根木头这样算，它是按米算的。啊？平均价，平均价14到15，对，是。让 NZ， 然后现在就讲这个砖哈，嗯，然后订砖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很多华人在订砖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哎，我要这个砖要多少个。啊，比如说他要1000块或者2000块砖，然后就完了。然后我们经常会问他的一个是你的场地的这个 axis 是什么样的，宽的窄的，还是在斜坡上，还是在你要吊到楼顶。所以的话，你在订砖的时候，你不能只想着你订的这个砖是要什么样的砖，或者是多少量的砖，你一定要想好，这就关系到你的 site management， 你就要想好。如果你有1000块或者2000块砖来到你这个工地，那你要把它放在哪里？你要怎么放？然后你送货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路特别陡的话，你可能卡车进不去。然后他们送砖的，像 Inns Brickery， 他们会有是专门用拖拉机送的。对，然后如果你的这个砖你是需要吊到2楼或者3楼，那你要提前考虑好。卡车它不是有吊臂的吗？那它吊臂的话，一个吊臂它的最高承重大概1吨左右。那根据你订的这种不同的砖，一个 pallet 砖大概是半吨左右吧。那它吊上去的话，如果它要吊到2楼或者吊到3楼，那它需要的这个空间，场地的这个空间安全范围大概是多少？你要考虑清楚。因为，上周我们有一个华人他订砖，他跟我们说。你就帮我订个 HiAB， 就是那个吊臂车，帮我吊到3楼。然后我就问他，你这个3楼有多高？他说是6米。然后我说 OK， 那我就跟他订了那个吊臂车。结果吊臂车到工地的时候，就发现他的那个进去的那个 driveway 全是东西，全满了。然后卡车只有很小的一个空间把车倒进去，倒进去之后就发现吊臂在那个很小的范围内就拉不上去，拉不上去。那我就跟他说怎么办，然后最后他说要那卡车司机跟我说他就今天送不了这个货，只能拉回去，然后把那车拉回去的话就产生一个费用，就是运费。那一个 pallet 一个砖的 pallet 现在是35块钱，那如果是你呀一张车过去的话，但算至少10个 pallet， 那就多少钱，你就这样算了。那这个费用肯定是在你的头上，不会在我们的头上。那他回去之后，卡车司机跟我说，因为他那个场地没有安排的特别好，他必须要用那个 crane， 就是大吊车。大吊车那算钱就不是说一个 pallet 是多少钱，他是按小时算，一个小时可能就是300块。那你怎么办？所以的话，你在订货的时候，你要提前，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一定要提前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最好是你把你的场地，如果你不确定，拍照之后发给我们。你的 driveway， 你的场地，然后拍完照，我们把这些所有信息收集好，发给 supply 订货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送这个东西。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他会提前跟你们通知。OK，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这个砖，那么他给算这个数量的时候，肯定会多一点嘛。那么他会退吗？还是说只有整个 pallet 才可以退？如果退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建筑材料的话，就是说，你在订的时候你要算那个废料，就是 offcuts。但这个是他们算的吗？我想对，他们会帮你算。但就是今天我们去那个 NC Brick 的时候，不是有个光头做 presentation net， 他们的职责是包工包料，什么都帮你弄了。但很多华人他们愿意跟我们订材料，他自己去找工人。
那他找的这个工人就得帮他把这个算好到底是多少。但是一般情况下所有的这些订货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你可以稍微订多一点，但不要订少。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过一次是跟 NZ Bakery， 是一个华人他用一种砖，比如说这个砖哈，他订了3000块，然后他把这个整个活做完的时候，可能是大概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之后，然后他才发现他还需要再加1000块砖，但那个时候刚好这个砖已经停产了，没了，那就没办法，他只能用另外一种砖。他把另外的那种砖和之前用的那个砖砌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个色差嘛，就特别难看。所以的话，你在订货之前，你一定要把这个料算得特别的精准，然后你宁愿订多一点。可以退，但是有 stocking fee。对，可能打折打个7折甚至6折，就是还是会亏一些钱。对，但是你因为一块砖，比如说一两块钱吧，但是可能差几百块钱，但是跟你工期啊，还有这个师傅在工地这种又走了，你再就把它叫回来，这些比的话，可能几百块钱还是值得下来，就是说怎样比较多订一点，多订一点比较。对。一般情况下，所有的这些供应商，他的 restocking fee 是20%，10%到20%。但是你再加上运费，对，你要算运费，对。很多时候剩下一点都不值得去卖，你可能拿来砌信箱啊，或者砌一点其他什么小玩意儿啊。对。以前我在外面的压堆嘛，这个利润是。CETA 不可以，因为 CETA 的话，你在订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 select length， 你可以跟他说我这个板要1.8米的多少根，那他就给你做1.8米的。但是这种料的话，一般你退不了，因为他也卖不了给别人。对。但 CETA 的话，其实我发现很多华人的 builder， 他会怎么样？他会相对来说少订一点。贵呀。对。所以他最后做完活之后，他差可能比如说2根3.6米的或者1.8米的。那他就跟我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开个那个代码，他直接去 Hempack 拉货，让他把它补上就完了。对，所以的话，这个你们在订货是不确定的话，一定要提前，如果你是跟 placemakers 或者 bunnies 或者谁都提前打招呼。 OK， 然后 Bakery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有很多华人的，这是我亲身的经历的，一个女华人的 QS， 她给我们订砖，她是要那种大砖，然后她就问我，她说，哎，这个550×400的这个砖你们有没有 ？NZ Brick 有没有？啊，我说你要的那种型号没有，但是颜色大概差不多相似的有一种就是 Latte， 就是我们喝那个咖啡那个 Latte， 我说有这样的砖，然后我说你到那个。Easy Break 的官网上，我把官网的那个链接给他，我说你就看那个。他看了那个之后，上面有三个那种型号的砖，他也没有问我到底哪一个是，他也没有跟他的那个老板说，他就直接下订单了。下完订单之后，那个砖送到工地，他老板说这个不对啊，他说这个砖不对啊，然后他当时就说是我教他订的那个砖。所以的话，就是中间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就非常有问题了，对。所以的话，你们如果以后你们是雇人来帮你们做活的话，你们要一定要确保，就是说你和雇佣的这个人之间你们这个 communication， 对，要不然的话，你把货都送到那里，你也用不了，你要拉回来，因为那种一下子几千块砖，你不可能说放在自己的院子里，所以就很麻烦，对。OK。那我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洋人像 Net 他们的公司啊，会稍微贵一点。大家好，大家都休息得很不错吧？那个两周时间哈，我们也趁机会休息了一下。
刚才悠悠讲的就是我待会儿要强调了，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单项的东西，比如说时间的管理、质量的管理、那个造价的管理，那现在呢如何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啊，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就要讲这个啊 integration 啊 integrate 啊，你能够把它 integrate 整合在一起，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项目管理的几个阶段里面有 planning 的阶段，那现在到了实施的阶段 executing 的阶段，实施的阶段呢那可能是一个比较最重要的，然后也是一个比较乱的一个阶段，那你作为管理人员你去实施这个事情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说你要一个要我们叫做管控哈，monitor 然后还要 control，这两个你首先你要懂得怎么 monitor， 你要懂得这个 monitor 的意思就是应该说监控不是管控，就监督，你监督他的时候你有很多评判的标准，你能够根据他的 performance 你说哎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还是做得不够还是够还是非常好，然后呢你会根据他的 performance 你用管理去 control 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也从现在开始我这个 case study 这块就跟大家讲，这像刚才悠悠跟大家讲的这个 order 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那就是管控的一部分， communication 这都是管控的一部分，尽量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通过这些管控的措施 system 然后避免问题的发生啊。那个 project monitoring 跟 controlling，然后在我们 Project Management 的 Bible 哈，叫 Pin Book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里面呢，就是这么说的，是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process groups consist of those processes performed to observe project execution so that potential problems can be identified in a timely manner， 就是说你不光光要 identify， 就是说指出这些 potential 的潜在的一个 problem， 你还要in a tiny manner， 要一个及时的去 identify， 都发生了你再去 identify 就没啥意义了哈。然后呢是 corrected action， 就是说你要去把它纠正过来可以开始，你要注意到这里是 potential， 也就是说你要懂得去预先知道这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和 problem when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execution of the project，就是说他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里面它有五个 process， initiating planning executing 然后呢是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monitoring 跟 controlling 跟 executing 的是 parallel 是平行的一两个 project， 然后最后一个才是 closing， 好，就是把这个项目完成了。那监控呢就是项目的监督 monitoring 和控制，那我们把它简称为监控哈。监控项目工作是跟踪审查和报告整体项目的进展，以实现项目管理计划中确定的绩效目标的过程，本过程主要作用是让相关方了解项目的当前状态，并认可为处理绩效问题而采取的行动，以及通过成本和进度预测让相关方了解未来项目的状态，就是说你要通过这些东西，相关方其实这里面就是指的你的客户，你的甲方啊。你如果是开发商，那这相关方可能是，可能是 City Council， 可能是政府的主管部门，有可能是你自己原来的这种计划这些东西，也可能是你家里那一位哈，亏钱了这不行的啊，回去要有麻烦的啊。然后呢，如果是你是总包方的话呢，你的相关方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客户，你的开发商。那我们今后呢几节课的这个我会结合你们因为接下去都是技术上的，那个今天看的是cladding 是外墙的这个砖和 weatherboard 啊，那下一堂课我们是去 framing 对吧，下一堂课是 framing windows 对吧，本来今天是 framing windows， 但是因为那边工厂可能有其他的安排，我们要去他工厂里面参观。说实话，我都没参观过哈，你们很 lucky。然后
就针对这个我们再演练一下我们这个哈。然后呢那当然监控工作里面呢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先是监督然后才控制。那你看它这里面呢就有很多你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评判的标准，你的图纸啊，你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 criteria 这个评判标准，然后你的工具呢实际上呢就是你的工作，你要用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这里它写得很虚，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些很这个日常的你作为项目经理项目管理要做的工作，你要看它的质量怎么样，看到怎么样。所以这些东西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先就说大家知道就行，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然后你要具备的这个技能，你的工作上跟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的这些就是你以后要用到这个的工具跟技术，今天去参观的也是这些专场这边告诉你装要怎么预定，要注意技术哪些技术的问题哈，这些东西。然后输出的部分就是 outcome， 就是得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好的，比如说是一个这里面他写了很多文件啊什么之类，但是对你们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施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比如说质量很高的一个外墙，这就是那个了。然后我待会儿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说监督监控，我会给大家一些表格哈，那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大家有今天是去的 cladding 的这个哈，实际上我原来的表格里面我没有编 cladding 这一块，一般来说我都会交给这个比较专业的人去做，然后呢 cladding 的公司呢也相对比较专业，比如说专业查底啊，比如说这家叫什么这些 timber 公司的这些人啊 JSC 啊他们有很多的工具我们都可以用啊。但是呢对我们现场管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framing 哈，我就有这种的，就说给大家一些一步一步的，比如说 retract framing delivery retract， 这就有点像刚才悠悠讲的，就很多东西细节的东西你一定要一步一步 go through， 你自己亲自过问以后才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你如果都丢给比如说placemakers 或者丢给这个框架厂的话，他可能他顾不了这么多，他不会像你想这么，他也不了解你现场的情况，他直接就给你车就给发来的哦，你车道进不去，我怎么知道你车道会这样的，会有这么多障碍物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用这种列表的形式去 check 过然后呢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啊。是这个是那个那刚才说的我们要监控，如何监控这些呢？那我自己呢是用我叫做 project control meeting 哈，那这个 cladding 我是放在这个 pre-lining 这一块啊，就是我把这个项目分成几个 milestone，有这个比如说 foundation 结束的时候，还有framing 结束的时候，还有 pre-lining 结束的时候，还有这个基本上整个工程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 pre-start 这边，比如说要开工的时候，就是你把它这几个 milestone 分好了，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 milestone。那这个 milestone 呢，这个 control meeting 呢，就是说要求呢，如果我是老板或者我是开发商，我会要求我的项目经理带着你原来的合同里面的那些价格，合同价格那块，还有呢你的时间这块，这是价格，这是时间，这是质量啊 CCC checklist， 这是质量，还有呢这是 variation， 这也是价格啊，来跟我开会，然后呢这些都是 information 啊，然后
这个 project information， 你就是项目是哪个项目，项目经理是谁，现在是比如说现在是直播完工或者说什么什么完工了哈，就是跟 pre-lining 有关的，这是在什么 stage， 然后呢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就是这个合同规定你什么时候完工，然后呢你的包室的价格是多少，但是呢还有上次我们说过的 PC sum 是多少，就不包室的这块是多少，所以这些东西呢你每一次开会的时候跟大家一谈，大家心里很清楚你的整个 performance， 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这个绩效这个标准在哪里，你就知道，所以你然后你再根据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是时间，然后你的现有的你现在 program review， 你现在是超前了还是滞后了还是说正好，然后你可能 behind the program， 那你是 behind 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这里面就可以那个，因为你原来的 program 是有，然后呢你就可以很那个的判断出来，然后呢这里面呢就说你如果说我滞后两个星期 behind program 2 weeks， 那这就有 issue， 为什么，那这里面就是 issue， 那你的 action 是什么，你是说这两个星期是弄不回来了啊，还是说这两个星期是由客户造成的，不是我们造成的，所以我们这个星期是这两个星期是可以要回来的，我的 program 是可以延长两个星期的啊，那这个你的 action 在哪里，然后呢你在这个以后，这不能说啊我只看以前的，以后的我就不管了，那你分析完这些东西，往往人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哦是哦，我已经behind the program， 我怎么办，我可以这样做这样做，哎，老板正好在这，我跟你聊一聊啊，然后聊出来那你的计划，你下个月的计划是什么，如何把这个两个星期赶回来，或者说如何不再持续的这个滞后，各种各样的措施都在这里啊，然后这个时间就 OK 了啊，然后就是 cost， 那 cost 呢无非就是说你到目前为止这个，如果我是承包商的老板，我跟我项目经理就说，那我们有没有挣钱，对吧，我们这个钱要回来了没有，这个 fix 的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也不能去变，那我们这些钱都要回来没有，那你的造价跟这个是不是我们有钱赚，好，你要做总结，你不能说随便花钱都没有一个计划啊，然后呢 variation 就是这里面肯定你怎么监督它，怎么控制它 ？Fix 的部分不需要你有太多的一个控制跟监督的东西，但是呢 ，variation 是很多，比如说又改了很多东西，那这改了增加了费用，你要回来没有？该要的钱要回来没有？啊，然后就是 PC 上 ，PC 上是一个 budget， 你不能说这是客户的钱，你不能说啊，我预留的厨房是10000，现在客户要这个要那个，啊好，你就做吧，做完了告诉客户20000了。客户说你要告诉我2万，我就不做了，你怎么不早说呢，对吧，所以这些东西要有沟通，要有说清楚了，然后呢这个就是monitoring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为你将来的工作留下一些数据哈，那在这个 pre-lining 这个阶段呢你的屋顶已经完了，你的 scaffold 已经基本上拆掉了，你的外墙呢今天看了这个砖啊 weatherboard 这些东西已经做完了，你的 window 也完了，你的这个是 material， 这个是 labor， 你这些都已经结束了，那这些到底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呢你的面积到底是多少，你到这个时候呢你跟你现场管工地的这个人坐在一起把它做一个总结的话，那屋顶一平方多少钱，比如说这是 shingle roof 啊，我做到了一平方多少钱，然后下一个可能这个一平方比如说是60块，然后呢下一个工地我可能是58块，再下一个工地可能62块，然后一直做下来，你做个10栋楼以后你再去报价或者再去预估评估这个人对你的给你的报价合不合理的话，很简单，都从这里都可以找出来， scaffolding 也是这样的啊，然后这是价格方面，然后呢就是 quality 跟 safety， 那如果有比如说你的 inspection 有没有过，没过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会没过啊，
你所有的这个LBP 还有其他人给你的 certificate 给你没有，还有 producer statement PS3 PS4 给你的没有，没有你要赶紧要啊。那这个都是 quality 的一部分。然后呢如果有什么样的 quality， 比如说有什么事情返工了，为什么返工了，那这些东西如果你都做得非常认真的话，那你就可以很有效地管控你在工地管理的这个人。你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管的话，你只是整天就抓住钱，比如说哈，其他东西都无所谓的话，那可能这个工地就 lost the control 了，就说可能是时间拖得一塌糊涂，可能是质量差得一塌糊涂，有可能是有一些东西造价很离谱，或者说客户对你这个工地的这些都不满意啊，所以这个做下来呢，然后 safety 哈，那就还有就是说最后是 alert， 如果他有其他的问题那再提出来。所以如果在每个 milestone 你跟你的项目经理能够坐下来把这个go through的话，我相信如果你是开发商或者你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的话，你对你这个管工地的这个人的控制应该是非常到位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说的监控的一部分，这个是 pre-lining framing。然后呢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呢因为我原来没有去做这一类的表格，主要是我是依赖他们的这些 checklist。然后你在做这个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些 supplier 给你的 checklist 去 check 去勾去打勾，或者说去监督这些你的材料供货商也好，你的承包商也好，他要给你正确的 product。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技术上的东西然后这个是专家的 linear weather board 哈，也是有很多很多这种东西那他们无非就是 check 这些 framing 啊，还有这个是 underlay， 就是那个 building paper 啊，然后 flashing 啊，然后这些 waterboard。 那你对这个技术上的东西了解越深，然后呢你对程序 procedure 的东西了解越深的话，就什么该先发生，什么是该预定，什么要提前多少预定deliver 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东西，越深的话，那你这个 list 你自己可以按照这些格式去 put together 一个比我给你的更完善的一个 list。 就说这里不光光说这个工具，我这个工具你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因为我这公司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也是整天坐办公室里面当老板，可能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我也没有会顾及到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些表格继续往前发展啊，不是说一定是能用一辈子的然后这个是这次我就给大家这些表格，然后下一次你们 framing 的时候我会把 framing 再弄回来然后还有下一次有 window 哈，那比如说这个 windows 你下一次到 window 那边他们也会跟你讲你 measure windows 要注意哪些那这些东西在 manufacture 在那个材料供货商那里可能是看不到的哈，比如说你二楼有个窗户，但是呢有一个 low roof， 就一个二楼就是一楼有个 roof low roof， 我们叫 low roof，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哈，那窗户就在 low roof 上面Oakland Council 有规定，你这个防水呢，这个屋顶的防水呢，一定要上来最起码150。那你这个窗户如果紧贴这个 low roof 啊，你就没有这150给他了。那你一定要至少要200，然后呢，最好再多一点，250这样，能够让这个防水能够上来。所以你做完 framing 的时候，现在很多这种图纸都不是很好、很准确，设计师有时候水平也有限。所以你要看你的在工地你要转一圈，哎呀，我这个窗户对不对，那个窗户对不对不光光是从美观的角度去看，有的时候楼上楼下按道理来说楼上楼下的窗户如果对在一起的话可能会漂亮一点，但是有的人设计的时候他没顾及到这个，他就偏了一点点那好，那你就在边上 pack 一个木头，不就把它变成一样的吗？
那你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一块木头的钱，然后他来一量，门窗来是按照你现在现场量的，所以一点问题没有。但是等到你都上去，哎，怎么这么难看？你给拆了重新做，那时候就是一个窗户，还有好多人工的钱，所以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需要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阴角的时候很重要。比如说你一个大门就在阴角的那个地方，那它框架上去的时候，它可不管你，它框架就上去了。然后你如果按照框架呢去量这个阴角呢，这个阴角的地方呢，这堵墙这边是你的大门，但是呢这边呢是有 cavity， 如果是砌砖的话 cavity 还70，然后砖再加起来，你这里面比如说200将近哈，然后一砌过去，所以你那边门洞开太大了，你要 pack 让这个 cavity 跟砖或者说